每一个人来接受一下我们的惩罚是什么。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组的惩罚，就是大家在我们这组成员里面选三个人出来，然后呢有一个自己喜欢的，对吧，自己一个真正喜欢的人，再带出一个两个不就是假装喜欢的人，对吧，嗯，就是两个，一个真的两个假的，让大家来猜哪个是真的。哦，大家还要猜呀，那就是我们还要公布那个真正的了。啊，对啊，还要公布吗？随便啊都可以，太考验人了，对吧，另外两个人做错了什么对呀，对啊，很尴尬吗，拎出来然后回去了不会有一个人一直仰卧起坐啊，就是姐妹情啊，就公布也没事。对啊，姐妹情啊，只是就是就玩的比较好。好敏感哦，珊珊。啊，来吧。好了。啊。太认真了啊。好来吧，来，寿星先来。啊啊！不跟我先，不跟我先看一看吗？什么？那就随便选三个。就是一个要选三个。那这种东西只要认真思考了，那就郭爽吧。郭爽肯定排除了。郭爽，全团都暗恋我，大家知道吧？爽一爽，好的，好的，不爽。那再找一个蒋瑞婷，还要再找一个。林依婷，我。还有一个，手一手，轻轻摇一摇啊！摇一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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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一摇。好了，我们蒋舒婷，怎么感觉像是饮料广告？郭爽，我们俩自己撤退吧，撤退，撤退。不参与，不参与。尊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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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尊重。对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是这样吧？谢谢。然后呢？该谁了？他本人还蒙着。要不该你接着来，你接着来吧。对，连着是吧？啊！郭爽，你人气好高哦！姚爽，怎么又是我？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又是你？没想到啊，你们都这么受宠啊！那我就先排除王毅了啊。好啊，好吧。哇哦！是单向，我们家就是说这个哦，很难选哦，我们三个对啊，谁是瑶瑶最爱呢？谁是瑶瑶最爱呢？哎，这个真的蛮难的。瑶雨、瑶山，哎，你选的是三个最爱，不是不爱吧？最爱的，最爱就好。选的是婷婷，哦，是我，对，走吧，宝贝，让你坐坐几天，好。然后到蒋舒婷，蒋舒婷，蒋舒婷，你们让人家自己选择了，好复杂的关系。我知道小孩子的暗恋，没必要说出来。郭爽上，姐姐都懂。那个你来吧，因为毕竟。很高啊！我们俩、不行，我得，我喜欢混血，你出来吧。我也是混血，我终将混碎您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好，那么大家猜猜是谁呢？郭爽，最后选择了混血。正确答案是瑶瑶。没关系，这样证明你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第二顺位。我知道大家都是暗恋我，就说不出来，小孩子嘛。现在到时候你来选吧，你来选。我来选一个。这是不被允许的，等一下，有点这关系有点过乱了啊。对，我们不能背德。新手，阿飞。
这个就是现场最幸运的人究竟是谁呢？是你还是你？好好给自己加戏的。好吧，我宣布这里我最喜欢的人是应该到郝静怡，你选了他。哦，对对对。一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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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想想。一坨，那我们粉丝在线组名字的那个能力十分的高。会被抓走的。坨一坨是什么东西？还有，我想想，一切那个扫地。多伤心的吧，爽爽。没事的，顶多今晚上哭一下咯。哦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第二个。那托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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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点牵强。托纳，托纳，托纳。好搞笑。哎呀。怎么这么纠结啊？走了，我要过腹肌了。好，我们退出，我退出，我退出。结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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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婚。OK。我们最初的目的，姐妹。不，我主要是为了不让你伤心。好，该我选。那你喜欢他？我来吧。我选情敌。是双向的，双向的。我选爽爽吧。爽爽，爽爽。我选娜娜吧，娜娜。娜娜。啊，好了，你们俩走吧。小丑。啥意思？小丑。直接你们先过。要我走，站一下，对，我也叫你俩走呢，太搞笑了。爽，还有谁？我来，我选娜娜，娜娜，对，然后，你干嘛呢？强行来，选我吧，求求了。阿星不想选你。那选瑶瑶。等一下，不准叫，你不准叫，维护家庭。你听阿姨解释，阿姨跟她只是同事。我不相信，阿姨坏女人。啊！家暴了，家暴了。回去教育一下我的小孩，不好意思大家。然后选那个，来，小可爱。哇，好开心！我们俩一个都没被选。那么是谁呢？伤心呢？那我其实我最爱是娜娜。W 队，哦不，一起。全部队。好，选完了呗。郭爽，还有娜娜，全包是三个哦。还有我。娜娜。郭爽，我们的郭爽好，甜美是真的，大没有甜美。啊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？你现在知道了，我告知你一下。那今天晚上解散了。然后阿西，哎，来了。然后阿星，你现在都不愿意站我旁边。没有，旁边容易冲一下，因为他刚刚叫我过去。我们要把 C 位留给娜娜。来猜猜是谁呢？是谁呢？我猜是张山。那我猜郭爽。来，六个人来猜阿星。都一起，全部都可以。都要，好吧。Love you。来，我们都可以。对。OK。但是还有我。OK。说实话，有点难抉择。这么多美女了，来吧，珊珊，
你也知道我们最近交情比较深。确实啊，就是比较难选，美女太多了。那你选个丑的就好了。啊！想说你，想说你，想说。蒋淑婷最近跟我交情也挺好。蒋淑婷，姐妹共存亡，我自己上来。哎，别让我一个人就好了。让你一个人。啊，快再选两个最爱的。不要担当了。那就江山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证明你的颜值还是颜值是拉回来的。我也觉得，美女，美女。再选，好难选啊，王毅。啊，那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这什么颜值套餐吗？又拉高。好，来，那就是挑一个最喜欢的。最喜欢的。不能三个都要了，这。对，想三个都要。确实，不能破坏规则。对。怎么办？确实三个都很想要。那就算了。那就他吧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吧。那就他吧。珊珊不要哭，没关系，他只是那就是他吧。有人选你，对，然后呢 ？OK， 姐妹们都是非常有爱的，对吧？对的。说实话，我们爱 H 队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很爱彼此，姐妹们，我们是个大家庭，对，都是平等。好了，大家不要过分猜想，对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这组 MC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舞蹈吧。